绝对不会啊！这个队伍整体来说打泰维顿不能说什么稳赢，绝对不能说什么稳赢，但是他的克制效果，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些克制机理，我相信大家听完之后都会认，但是在实战过程中有的时候你就是发挥不好啊，就是这个没打过啊，或者是这个人家对面发挥的非常给劲啊，你就是搞不动，包括这个满宠人家就不发牌给曹操，你当公孙权抠去吧，你前期光盯着满宠抠有啥用啊，你前期前三回合抠司马懿也没事，抠呗，反正我前期也是真攻期啊，是吧，你这玩意儿反正他这个队伍啊，满宠不给曹操发援护啊，我们这边就非常难受，发援护我们整体来说反而不难受啊，这个逻辑机理大家品一品啊，应该都非常简单啊，大家应该都可以明白，所以啊这个并不是说稳赢啊，所以有些小伙伴不要说啊，新妈这个说了一个什么做了个视频稳赢，没有稳赢啊，只是说真的效果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啊，这一万五打两万八，你看就这俩绑定在一起了，这做到东南没得刷了，只能给泰尔茨，泰尔茨就靠这张战报就是靠孙权和泰尔茨的强联动，然后折冲玉屋护孙权啊，就是我。